杀了一个女孩，在女孩口袋里发现了十字架，死者面部发干肿胀，躯体已经出现了暗紫红色的尸斑，没有发现腋沟、勒沟还有勒痕。我破了很多案子，但是凌玉案的凶手我一直没有抓到。凶手搜集死者的尸块，拼凑出一个他认为完美的。我没有证据，我只是喜欢探究案件背后的真相。站住！我希望你相信我。10年前那人回来了。